公主，本宫是南辰公主，若能以我一人换得边疆安宁，哪怕只有几年，让边关的战事有更多的时间养精蓄锐，也是值得的。沈大人，无需如此费心。公主此言差矣。 本宫哪里说错了？下官从不以为牺牲一人便可以拯救一国。更何况，以一女子换来的和平，何尝不是天下虚眉男儿的耻辱？这就是公主的宿命。想得了天下奉养，就要回馈天下百姓。若要和平，便要牺牲公主。要我南辰朝廷何用？ 任何人都能为国牺牲，公主又如何？因为一样，也不一样。有何不一样？